三百吧，报三百坐袂落所以大家咱的汽车李会长好吗？Thank you.
你是我来徛住啦。大家有需要坐吗？揭开序幕，在我们大会典礼之前，我们首先举行进场式。首先，我们欢迎雾峰狮子会会旗进场。我们请雾峰狮子会的全体狮友起立。我们全体狮友来迎接会旗进场哦。那请各位贵宾以尊贵的掌声来欢迎我们雾峰狮子会的会旗进场。雾峰狮子会创立1963年4月14号，同年5月19号举行创会受证，创会会员共28位，现在会员人数有68位，请各位狮友以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狮子会的会旗进场。热烈欢迎
办理第一届卧狮子会母系联谊会，活动内容有声有色，充分达到与辅导子会及友会间的联谊，并建立良好的狮子情谊，让各友会赞赏有加。现在在台上向各位致意的是我们21届会长赖一山赖前会长暨夫人。接着介绍进场的是第32届会长赖振南师友。
紧接着介绍进场的是我们第33届会长陈国武会长贤康义进场。陈前会长目前担任西都区市立第一委员会主席，关怀幼童视力不遗力，任内前往幼稚园办理多次的视力筛选活动，用心投入精神，值得我们学习及效法。现在在台上向各位注意的是我们第33届会长陈国武室友。接着介绍进场是我们本会第35届会长郭忠敏市委室友。郭会长为人忠厚老实，过线守难，待人亲切，不但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，也是一位致力推动社会服务的好会长。对内注重狮子家庭的联谊，对外注重团结和谐，更能长期来回馈社会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师友。现在在台上向各位致意的是我们35届会长郭忠敏师友，6届会长刘顺祥师友，贤刚毅进场。由前任长任内遇到8大水灾，多日深入偏远山区救灾，并发放医疗用品，乐于助人免额，深获各界的肯定。这样乐善好施的精神，也是我们本会全体师友学习的榜样。刘会长，感谢你任内的辛苦以及付出。现在在台上向各位注意的是我们第36届会长刘顺祥师友，贤刚毅。第一会长张书圈室友，以及第二会长王月谦室友，第三会长陈宪忠室友，我们三位会长都是本会非常优秀的室友，不但各自事业有成，更积极的投入社会公益活动，不负牺牲奉献的精神，都能将狮子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，是本会非常优秀未来的接班人。特别借这个机会介绍给大家认识哈。现在在我们台上的是我们本会3个副会长。台中狮子会进场。七周年来，能在稳健中成长，辅导会、台中狮子会、北台中狮子会功不可没。历届会长与室友都能带着本会最大的勉励以及提携，母子两会前已深厚。本会将借着今天的盛会，再次感谢我们郭协谦会长以及室友莅临本会主导。那现在在台前向各位致意的是我们郭会长暨我们母会全体室友。紧接着介绍进场的是我们姐妹会香港港南狮子会吴桂雄前任长进场。霧峰狮子会与香港港南狮子会结盟于1980年7月12号，本会与香港港南狮子会结盟至今，位于地缘关系而生疏，不但经常的互往交流，以巩固疏离，更联合办理社会服务，共同的发扬狮子精神。让我们欢迎不远千里游来的我们的香港贵宾吴桂雄吴前会长。现在进场是我们兄弟会台北东门狮子会会长暨前理事有进场。东门兄弟会现任会长洪灿忠师友。我们雾峰狮子会与东门狮子会结盟于82年2月7号。我们现任会长洪灿忠师友，本会与东门狮子会都是联合办理社会服务工作，将服务的层面扩大，造福更多的弱势团体，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你特别感谢。谢谢我们，感谢我们兄弟会红会。
祝华南三教本会今天的典礼在这里特别感谢。接着我们介绍进场的是兄弟会花莲美人狮子会。郭主台郭会长暨前理师兄师长进场。雾峰狮子会与花莲美人狮兄弟会结盟于民国65年10月26号。现任会长郭主台是由本会与美人狮子会每年的护法交流，您辛苦了。现在在台前各位向各位注意的是郭会长暨前理师兄师长。请参加我们进党社的全体师友师长请进士护卫，我们也请各位贵宾师友进士就位。我们再过3分钟将举行会长交接典礼的庆典。交接典礼，典礼开始。国际狮子会300西兔七，雾峰狮子会寿正37周年暨第37、38届新卸任会长交接庆典，本席宣布会议开始。请全体起立。演奏国歌。
国旗暨会旗行最敬礼，请脱帽。敬礼，礼毕。主席及贵宾席的，我们是有请护卫。室友请起立，向已故室友默念一分钟，献给我们最敬爱的已故室友，你璀璨的一生，除了数位有成之外，你将毕生最珍贵的时间奉献给狮子会，回首你们曾经走过的每一个脚步，它是那么的纯真，那么的踏实，虽然您走了，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不只是珍贵的回忆，还有难忘的情谊。借由今天的大典，我们以最庄重的情怀感谢您的付出，献给永远的室友，我们对你永远的怀念与追思。默哀毕，来宾请坐下。朗读室友八大信条，我们请各位室友一起朗读我们手册。室友八大信条：一、忠于所事，勤勉敬业，竭诚服务，争取荣誉；二、守正不阿，光明磊落，取之以道，追求成功；三、诚以待人，严以律己，自求奋进，勿损他人；四、牺牲小我，顾全大局，争论无益，忠事侍从；五、友谊至上，无物为先，绝非私会，贵在互助；六、言行一致，尽心尽力，效忠国家，献身社会；七、关怀疾苦，扶弱济困，人力己力，乐于助人；八、多加赞力，慎于批评，但求辅助，切莫诋毁。请坐下。介绍贵宾及友会代表。300梯助区杨祖杨副总监，林天才林前总监，总监特别助理林胡龙林特助，蔡瑞峰蔡助理总监，顾问团荣誉主席张银佩室友，顾问团副团长徐永杰室友，区策顾问施陈武雄室友，区策顾问林松山室友，区策顾问卢聪锦室友，区策顾问庄万峰室友，区策顾问赖一山室友，区策顾问李金龙室友，法律顾问陈慧玲室友，西都区理事林德和室友，委员会辅导陈建生室友，新锐发展委员会主席王阿奎室友，委员保留委员会主席包立婉室友，包立轩登记了哈，续讲委员会主席黄石斌室友。市立第一委员会主席彭国武室友，媒体传播委员会主席吴时厚室友，本会专区主席何文达室友，我们讲述团讲师林立兰室友，分区主席张朝生室友，分区主席陈慧玲室友，分区主席陈增松室友，分区主席南文生室友，分区主席赖正南室友，委员会副主席宛秋红室友，委员会副主席陈宏任室友，
辅导会台中市北台中狮子会郭淑清市有暨会友代表，姐妹会香港港南狮子会我们前会长吴桂雄吴前会长，兄弟会花莲美人狮子会郭主台会长暨市有市长代表，兄弟会台北东门狮子会洪灿忠会长暨前体师兄师长代表，红岩中央狮子会廖会长暨师友代表，东势狮子会古会长暨师友代表，大理狮子会郑会长暨师友代表，沙鹿中正狮子会李会长暨师友代表，太平狮子会戴会长暨师友代表，潭子大地狮子会魏会长暨师友代表，后里狮子会林会长暨师友代表，甲中央狮子会许会长暨室友代表，大理崇光狮子会庄会长暨室友代表，西狮子会洪会长暨室友代表，成功狮子会柯会长暨室友代表，雾峰现代狮子会李会长暨室友代表，太平花美狮子会陈会长暨室友代表，鹿群狮子会张会长暨室友代表，同心狮子会黄会长暨室友代表，建民狮子会林会长暨室友代表，太平大同狮子会江会长暨室友代表，新池狮子会林会长暨室友代表，大理千禧狮子会陈会长暨室友代表，亚伦狮子会石会长暨室友代表，台南天狮子会徐会长暨室友代表，丰林狮子会林会长暨室友代表，花莲文鲁狮子会简会长暨室友代表，大理草红狮子会林会长暨室友代表，真善美狮子会洪会长暨室友代表，潭子白岩会张会长暨室友代表，大理有成狮子会陈会长暨室友代表，大丰狮子会郑会长暨室友代表，乌日狮子会林会长暨室友代表，大丰鲁狮子会张会长暨室友代表，我们草屯镇镇长洪国浩洪镇长，感谢李立明，我们议员李天生李议员，我们最早来的哈刘锦龙刘议员。